我们在杀球的时候，我们是怎么样将挥速提升到极致的呢？我们用的是什么发力模式啊？用的是鞭甩发力。在发力的时候，我们要把我们的手臂想象成鞭子，大臂第一节，小臂第二节，手腕手指第三节。鞭甩发力的核心原理是什么？叫做惯性带动，就是我们的惯性越强，我们顺着越强的惯性，我们的挥速就可以越快。我们在挥拍发力的时候，我们的手腕手指是决定最后这一瞬间的挥速的，但是在它发力之前，我们要用我们的大臂和我们的小臂，一二给上一个向前的惯性，让你的手腕手指能够顺着很强的惯性将挥速提升到极致，能明白吗？所以我们在挥拍的时候，我们是分为三个阶段的。你们看起来就是一甩，但实际上大臂先发力，小臂放松，给上第一个惯性，然后小臂顺着惯性再向前摆，给上第二个惯性，最后是你的手腕手指顺着这两个惯性瞬间抓紧，将力量集中的爆发出来，将你的挥速提升到极致，能明白吗？来给大家看一下，转转转，这个挥速它就做出来了。